叫我讲啥呀？哎呀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你是啊？哎，还是？啊，这个太苦了。这边什么酒啊？上不上？哦，上不上？刚刚搞了，酒浆已经倒上，这个酒浆已经酿酒浆。 了解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叫人家，阿里去搞这个。你话在珠江口？他被他骗了，我给他。为什么这样子？我跑，我准备好，我怕你。那你不下面的培训家？哎，主要在阿里培训。重点是我是内核，对不对？我内核平衡不好，只要能掌握去再过来，我就能。哦。我是那个问题，你讲这样会晕。那那你知道你为什么下得？他们怎么样？ 今天我们讲的供应几个转台，几个转台。十个。啊，这个厂大。这边来两台啊。我们家来可以两台。我们店里面都能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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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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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，好嘞，好
各向两条出水游路的龙头呢，各抵着左右江岸边，而中间的这个小三轮就形似一颗珠子，犹如双龙戏珠，故而不劳那个驾驶的视线。不会，没关系的，两边看啊。所以已经。好了，外观先行。动力在垂挂出来，千级摆放啊，非常的漂亮。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我们的正前方有没有？正前方稍微左一点点，看到那个山壁那里是不是有被挖着过的痕迹啊？就是今年刚刚挖的，啊，今年刚挖的前方那里啊。下面对对啊，下面要坐路，就是回一个普通公路，就是说，我们昨天坐的那个公路上来啊，以前是没有路的，2000年底。这样挂的，这个怎么挂的？它不是，都是确认的，确定的是人为的，两千多年前，壮族的祖宗啊，画上去，壮族的那个祖先画上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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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地摊，右边岷江地摊，感觉岷江地摊就是被那个虫子呀，或者是它会被腐蚀啊。对，用那个油来泡过，它就不会被腐蚀。我们看上面那个有相似的那个佛手花碎挂下来，那个送饼上。那个蝙蝠山又叫高山，蝙蝠山一头张开翅膀的蝙蝠，现在照相最有角度啊。对，现在中间压紧压黑啊，太久了，2000多年，在这里，它也是一位年代久远的人物。
了吗？那这壁画在1985年的时候就开发了，1988年它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，可以说它是国家一级的这个风景点以及一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来的。那么这个壁画的面积长有172米，宽是44米，总共绘画有1900多个图像，最大的达到3米高，最小的仅是它的1/10，只有0.3米。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壁画，能够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都不被脱落，它到底是用什么颜料做的画呢？经过有关专家们的考察，发现颜料里面含有那个次铁矿粉，氧化铁的一种，跟那个动物的血液、脂肪以及植物的胶类。现在这些颜料已经把那个渗透到石壁里面去了。如果说岩石的表层它不被剥落，那它就可以永远保持这样的颜色而不会褪色。那么壁画的哎，你这只狗啊，上层，你这只狗啊，你。这个是，这好像是那个一个船，它底下坐着，骑着一只马。刚才青蛙在跳舞了。哦，要这太阳能板哦，太阳能板。
说白了，有一句话。